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同埋碗畅水疗引进香港。我哋提供各项整全性治疗方式，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电话25773798，网址www.naturalhealing.com.hk。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好啦，今次咧同大家介绍嘅疗剂咧就系、是、南美蛇毒吓 ，Lexus 南美蛇毒，亦都叫做 Bushmaster Snake，Lexus Muta 南美蛇毒。OK， 咁发现呢个南美蛇毒嘅疗剂呢个医生咧系叫做 Herring 吓 ，Doctor Constantine Herring。咁呢位许灵医生咧。其实他在早年呢他是跟德国政府呢在那个植物和個动物那个部门呢去研究那些不同的动物植物的。在可以说 在当时的亚马逊河的上游那里是做这些研究工作的。那在那个工作的时候呢他就听到呢当地的啲土人呢那些居民呢就谈及呢有这只这样的好可怕的蛇叫 Surukuku 这种这样的南美 的大蛇啦蟒蛇啦这样。咁点样好可怕的。咁佢呢就听咗之后呢佢就于是乎呢佢就原户就请人呢就是如果有人捉到佢就捉到一隻咁样嘅样本生嘅蛇嘅样本呢佢就会奖励一个好大嘅奖励啦。咁最后果然呢就有嗰班土著呢土人呢就搵到一隻蛇呢装咗一个竹嘅箱里面呢就带即係送运送咗俾佢呢位许灵医生嗰度嘅。咁嗰啲当时呢个蛇一运到之后呢咁运蛇嗰啲人呢同埋佢周嗰啲侍从土当地嗰啲嗰啲工人啊服侍佢人呢就嗱声走鬼晒㗎。咁、因为佢哋好怕呢啲咁嘅毒蛇嘅一个好可怕嘅呢隻咁样嘅蛇。咁许灵医生呢当时呢就攞支即係将首先将嗰条蛇呢就剥晕咗啦喺头上剥晕咗佢啦。咁
打开咗个只波纹到个蛇啦，跟住咧攞个叉咧就揿住佢头咧，就用佢嗰、那个用啊将嗰个蛇翼咧，嗰啲毒蛇嗰啲蛇咧系截佢出嚟嘅，啊咁啊截落一啲鱼塘嗰度咁样嘅，咁佢嘅喺制造呢个咁样嘅啊抽取蛇翼嘅时候咧，佢可能咧系吸咗呢啲咁样嘅物质啦。咁就令到許靈醫生咧，就當時咧就出現咗發燒同埋緩暈咧，就有種有少少發瘋嗰種咁樣嘅神昏癲癒啊呢啲咁樣嘅發燒嘅。咁跟住咧佢就可能咧就瞓咗啦咁樣。咁第二朝頭早咧，佢發現咧就一切良好啦。咁佢就太太就俾啲水佢飲下，咁啊即係濕一濕個喉嚨先咁樣。咁佢就第一件事佢就問佢個太太啦。其實咧當時咧我做咗啲咩嘢咧咁？咁佢太太咧就好清晰咁咧就形容咧佢當時嗰、那個即係製造嘅蛇做咗出現嗰啲症狀啦咁。咁呢個可以咁講咧，係一個第一個南美蛇毒嘅實證，我叫 proving 啊，實證即係一個健康嘅人咧，係喺呢個蛇嘅影響之下咧出現嘅症狀。咁所以同我療法就好多時候咧係好着重咧，我哋嗰個醫療嘅資料咧係要做個要做個醫學嘅實證嘅嚇，即係真真正正係做緊呢啲咁樣嘅。嗰、那個實驗出嚟嘅，就唔係就咁假想假設咁樣，係一個好科學嘅做法嘅。好啦，咁呢種蛇毒咧，係一般咧可以長到七尺咁長嘅，嚇、啊。咁佢而家只個蛇嗰個大牙咧可以成寸咁長，咁佢嗰個蛇皮咧有少少紅紅啡啡色啦嚇，咁嗰個背脊咧就有少少黑色嘅啡色嘅。嗰啲棱角形嗰啲斑點嘅 ，OK。咁當時咧，許靈醫生嘅用研究呢個蛇嗰、那個療劑咧，用嘅咧都係用30C 個份量，用比較高啲嘅，因為始終咧呢個一種有毒性嘅物質啦。咁佢哋又唔係好敢用一啲低份量，即係稀釋唔夠咧，咁可能毒性仲喺度啦，咁可能有啲危險。咁所以咧，這個南美蛇毒嗰個研究咧，都係用一個30C 或者以上嗰個份量咧。去應用嘅，好啦，咁南美蛇毒咧，那個喺同類療法裏面咧，那個應用嘅地方係好多嘅。首先咧，這個南美蛇毒嘅療劑咧，係一個傾向於左邊嘅問題嘅療劑嚟嘅。咁通常咧係熱血嘅，個人怕熱嘅，咁亦都好多時候咧係一個心同埋血嗰個療劑嚟嘅。佢主要嘅係可以話主要用喺啲高血壓同埋咧係控酒嘅問題嗰啲主要療劑。咁亦都係咧係對付一啲嚴重嘅經前制症候群啦，同埋嗰個咧係潮熱嚇，即係可能經期嘅潮熱呢個症狀嘅。好啦。咁佢哋咁多嘅症狀裏面咧，有一個好關鍵嘅症狀咧，就係咧佢所有啲症狀咧都會因為血流出嚟或者釋放咗啲液體咧，就要好即係改善嘅。咁即係有時你要見到一個女性咧，好非常之敏感嚇，非常之暴躁啊，抑鬱啊，又憤怒啊，又妒忌啊，又顧忌啊咁樣。咁但係咧，當佢個經期一出咧，一個嗰啲血一流開始流嘅時候咧，佢所有嗰啲精神嘅症狀咧就即時改善嘅。嗱，咁呢個咧記住咧，呢個就係嗰個南美蛇毒嘅主要嗰個關鍵嘅症狀咧，即係話咧一流血同埋咧係一有嗰個釋放咗嗰個身體嘅分泌咧，佢嘅症狀會即時會改善嘅。嗱，咁有時你見到一啲細蚊仔本身可能咧係好過度活躍好暴力嘅。非常之興奮啊，非常之刺激啊，咁跟住咧佢就流鼻血啦，有鼻血一流鼻血一流咧，所有嘅症狀好翻曬嘅，或者佢見到一個女性咧，佢本身可能有經嗰、那個子宮發炎啦，咁有分泌啦，咁佢就可能咧去睇一啲醫生咧，就用嗰啲用嗰啲塞陰道嗰啲方法咧，咁樣去處理嘅，咁但問題咧。
在这些这的、的情况，这些这的、邪毒的人呢，如果他将这个、他的分泌呢 是塞住他，堵住他，压抑他呢，他整个症状就 会很差的，是会变得差的，即个人可能有恐惧啊、焦虑啊、狂妄症啊，那个情绪的低落有晒嘅，咁但咧，当佢个分泌一放开嘅时候咧，等佢继续一流咧，咁就会好翻噶啦。OK， 咁就好明显咧，南美蛇毒嘅人咧，个病人咧就唔可能即系处理嗰啲压制嘅、啊、如果你停，即系你夹硬停咗一啲咁样嘅分泌咧，啊，佢就会令到嗰个内边嘅问题，所有症状都会加即系加剧嘅，系坏嘅吓。好啦，咁仲有一个症状咧，大家要留意咧，就系南美蛇毒嘅人咧，病人咧系唔中意有啲任何嘢围喺嗰个箍住嗰条颈嘅。OK， 佢哋从来就唔会着嗰啲樽领嘅衣服嘅，系亦都唔会揽住个颈巾嘅，因为咧佢哋最即係佢最唔中意最軟弱嘅地方條頸，咁即係我大家都知道咧，嗰、那個蛇咧係個頸部嘅七寸位嚇，即係頸部位置，佢哋係嘅最軟弱嘅地方嚟嘅。咁所以咧喺蛇毒南美蛇毒嗰啲病人裏邊咧，佢都係咧覺得佢最軟弱嘅位置咧就係嗰條頸部啊，你唔可以掂佢，唔可以爆撳佢嘅。咁嗱，我大家知道咧。在另外我哋有个另外嘅疗剂叫 pulsatilla 啦，啊嗰、那个白头翁啦，白头翁咧就系、是、唔可以焗嘅吓，佢、啊、最怕攞你攞枕头握住个面咧，佢好惊好惊嘅。咁南美蛇佬就系你唔可以掂佢条颈嘅 ，OK？ 你唔可以掂佢条颈嘅。咁另外我哋嘅仲有个疗剂咧系嗰个那个石虫蝇啦吓，咁、啊、石虫蝇咧就唔可以围住佢个腹部嘅，啊，即系条腰咧要个裤头带咧要松一啲嘅，吓，咁即系每个疗剂都好得意嘅，吓，有佢好特别嘅地方嘅，啊，咁南美蛇毒咧就唔系就系嗰条颈，吓，即系唔可以箍住条颈嘅。好啦，喺临床上咧，佢哋有好多啲喉咙痛嘅，尤其是左边嘅喉咙痛啦，啊，可能由左边开始，跟住去右边咁样，咁南美蛇毒的喉咙痛咧，通常个喉咙望入去咧就黑黑蓝蓝紫紫嘅颜色，啊，嗰、那个又即系好兴嘅，啊，嗰种痛咧系嗰种灼热嘅肿痛啦，同埋咧就唔能够热嘅，啊，咁同埋咧唔可以饮嘢嘅，系，但系咧但好得意喎，佢饮力流质嘢就唔得，但系食嗰啲固体嘢就又好得嘅喎，咁即系你睇到咧蛇食嘢系点啊？成个动物，成只老鼠，成只白兔，成只生吞嘅吓，即系佢吞到好掂嘅，但系流质嘢就唔得嘅。好啦，咁南美蛇毒亦都可以处理一啲躁郁症吓 ，mania depression 呢个主要嘅可以话系用喺躁郁症嘅疗剂。咁知道咧，当佢躁嗰啲嘅时候咧，咁呢啲个病人咧就会走咩？好开心啊，到处买嘢啊，咁样嘅啊。咁跟住咧就即系好即系好多嘢搞咁啊吓，好开心。但系咧跟住咧跌落嚟咧就情绪低落噶咁样。咁所以咧南美蛇毒咧亦都好多处理一啲。啊，即係有一種精神嘅瘋狂嘅症咧，加上好多啲嗰、那個暴力嚇，同埋咧係好妒忌心好重嘅，啊，好中意怪責人哋咧，好似人哋咧係喺度陰謀對付佢咁樣嘅，係好個顧忌心好重好重嘅，啊，同埋咧係好多暴力嘅傾向嘅。啊！佢成日都係覺得人哋咧去搶咗個地盤啦，咁啊可能咧揾啲人去打對方啊，咁呢啲，咁呢啲係啲全部南美蛇毒嘅嗰啲症狀嘅。咁南美蛇毒咧都係嘅，有陣時候咧就日頭咧就可能沉靜嘅，但到夜晚咧特別精神嘅，啊，做嘢咧就做得多啊，好多嘢都夜晚先開始做嘅嚇。咁，啊，南美蛇毒咧亦都係可以一種可以話咧係一種精神分裂，有一種妄想性嘅精神分裂嘅，啊，佢成日咧感觉咧，啊，啲人咧系话佢吓，啊，可能啊，即系出面啲人咧，周围啲人咧，好似细细声去话佢嘅。咁如果尤其是呢啲人咧，系加埋咧，佢系好中意饮酒，有控酒咧，咁呢个咧系更加呢个疗剂系更加应用到嘅。
好啦，咁对一啲经期症候群啊，同埋高血压咧，咁你就有阵时咧，你唔需要呢啲咁多嘅其他嘅症状咧。其实呢个因为咧，南美蛇毒咧，个应用嗰个范围都好广泛嘅，咁所以咧如果你去见到一啲经前症候群，而经前症候群嗰阵时候咧，嚟到咧个血压特别高咧，咁呢个咧就亦都好大机会系南美蛇毒呢个疗剂嘅。好啦，咁南美蛇毒咧，仲有一个嘅情况咧，就系佢哋咧就成日好似感觉咧喉咙有一嚿嘢揞住佢咁样，好似一嚿嘢咁样样嘅。咁所以南美蛇毒咧就好怕咩咧？好怕窒息嘅。好似蒲公英咁樣，好怕窒息嘅。咁仲有一個關鍵嘅症狀咧，南美蛇毒咧就好容易咧，係瞓覺咧嗰陣時候咧就好乜鬼嘢出現啦，乜嘢問題都出現咗。有陣時佢哋好怕瞓覺，即係覺得瞓覺嗰時候咧，可能咧個唞唔到氣啊咁樣。咁或者咧瞓完咗覺醒咧，係特別個成個狀況更加差嘅。咁所以譬如有啲哮喘嘅病人嚇，咁佢就係好驚瞓覺嘅。佢點解咧？因為佢覺得一瞓覺咧，佢咧就會即係唞唔到氣啊咁樣，咁仲有啲人咧就係瞓咗覺之後咧就有頭痛啊，呢啲咁嘅扁頭痛啊，嗰、那個血管性嘅頭痛咧，好多時候咧就即係瞓醒咗，瞓完覺之後咧就出現咧，咁呢個咧都有機會都係南美蛇毒嘅症型嚟嘅。OK， 咁南美蛇毒咧就係嗰個係好怕熱嘅，好多潮熱嘅，咁潮熱得嚟咧就好大量嘅汗。尤其是在那些更年期的時候，他就會潮熱啦、大汗啦，還有呢是那個靜脈腫脹的時候，整隻腳都腫了，又痛又盛，又輕又痛這樣的。所以當然呢他們會怕熱，他們不會做sauna的，那些蒸汽浴他們覺得頂不到的，因為他們會很辛苦的，很不舒服的，浸熱水浴他們都麻麻地的了，不喜歡的了。好啦，咁當然啦，南美蛇毒咧都係俾啲蛇毒啦、蛇咬親啦，或者蛇咬親或者受咗感染嗰啲傷口啦嚇。咁、呢個就係、是、如果加上如果佢哋好中意飲酒嗰啲咧，更加啱佢哋噶啦。咁種嘅情況咧就係、是、好多啲嗰啲宗教狂熱嗰啲人啊，嗰啲譬如一啲牧師咧喺個講台上邊咧就不斷咁滔滔不斷咁講嘢嘅啊。咁所以南美蛇毒嘅療劑咧，係都係咧係多言嚇 ，loquacious 嘅 loquacious 咧，即係咧係滔滔不絕咁不停咁中意講嘢嘅。咁而佢講嘢咧，佢個嗰個課題咧會走嚟走去嘅嚇，即係總之係講下嗰啲啊，講第二啲，講啲啊，或者係不斷咁跳啊，不斷咁嚟到講嘅嚇。咁所以南美蛇毒咧，其實都幾好用嘅療劑嚟嘅嚇。咁所以大家咧可以希望咧係學好咗佢。有機會喺發揮應用呢個療劑。袁醫生頭先介紹咗嘅同類療劑，覺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係唔係就係你嘅靈丹妙藥啊？需要嘅話，有關同類療法療劑可以喺銅鑼灣渣甸街富盛商業大廈二樓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同埋六創意健康店買得到。查询电话是25773798或者2882484，大家亦都可以在网上订购，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